里的位置，好机会！哎，拉莫斯，拉莫斯用他非常擅长的头球为皇马在主场开了一个好头。比赛开始还没有五分钟，皇马就领先了。拉莫斯也是，手指向天空。他们的传奇人物布斯卡什。哎，桑坦德这个，哎，这个、防守，你看这个三名球员、五名球员身边没有看球，不看球，对，有点毛病。希望咱们上一轮就转过桑坦德的比赛，对，然后我们就看这个日基奇，高中锋打得还不错，但是防守确实是太糟糕。拉莫斯的胜。